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搞得一塌糊涂，然后把这个地方的人都灭了，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军队得以安全。萧炎三进士就是群鸦的盛宴。 全军出击！ 按照惯例，我跟草丛已经融为一体了，得给你们看看我的鸟。行了吧？哎呀，这没掏着，我平 A。 又没掏着，他这学的啥呀？一级？哎呀呀！把我犯下的罪名再说一遍，我就会告诉你胜利的代价是什么。掏七平 A， 你一级学个 E， 我不 A 死你啊，兄弟！平 A， 掏七。 平A，全都是不自量力。哎呀，这兵掏！今天这E的命中率好像是个问题，先去查个眼儿。 打不了掏，炸！掏！我的炮车呀，没事，损失了炮车，加了5块钱，不是5块钱，加了5滴血，吸炸！来人了！ 好像没什么办法呀。我真喜欢和蠢货们费劲口舌。嗯。 不 A 好了呀 ，A 不 A 呀，我也没 A 他呀，好像。我想往右边走，是不是自动攻击 A 的呀？我掏，打不了蝎子，走呗。掏，炸。 我掏，W、C、点炎炸，平 A 闪现，吃药。哎，没回上来血，那个小乌鸦刚要飞到我的身上，没飞出来，血没吸回来，没吸着，要不然我正常能吸35滴血，死不了应该。 这波赖小乌鸦，确实赖小乌鸦。妈呀！你咋那么肉呢你？啊？打一套才掉半管血才。
晚豪的英雄不太好打，不太讲道理的英雄。他开始猥琐步步刀了，我炸刀平 A 平 A 平 A 打不溜插眼掏炸 A 就你生了，我也生了，开大招吃药 A 炸平 A 掏回来吸再 A用大招清波兵，我也生了，没想到吧？掏吸炸，跟我在这进化是吧？老螳螂，我不炸你！来个遗失的章节。伤害不高，侮辱性极强。我大可以把他们都杀了，但这次我向他们证明，哎呦啊，走位不收兵了。那晚猴不知道上哪去了，你如果就一直这样式的话，那我就空线了，兄弟。你近战玩，你跟远程在这里站着，那我就空线了。我必须提醒他们的身份。果然他去中了，我点了信号啊，跟你说撤退了，可惜你没撤退呀。既然他跑中路去了，我们就收线吧。这人也不知道怎么的了，开始不对线了。炸掏吸平 A好疼，这家伙给你狠的。螳螂，俺俩肯定是没完了，啊，完肯定咱俩是没完了。你就想想一会儿你怎么死吧，老螳螂。这个老螳螂。
我们野区现在打不过这螳螂啊，先不跟他打。可恶的螳螂！我的话语比我亲手杀到的人可多多了，我尽力了。稍微稳一点。啊，稍微是稳一点，把线小空一走。但已经11分钟了。结局就是死亡。掏 ，W 七炸，再炸。一个声音还行，塔杀，但很少人能听。开大炸，掏 W 七炸，平 A 接炸，接平 A 死了。小小咖喱奥，这是给我的祭品，没用啊，暗示 double 也没用，除非他来军带瑞，现在我能怕怕他，要不然螳螂就是个弟弟。看看这个蟹是什么，又他是螳螂，居然不追了。还好你跑得快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追一下，刚才你就得死，小伙子。我在塔下回城了。向着隐隐轻声诉说的秘密，最后都会传到我的耳里。反头的轮廓，必须有士兵的鲜血勾勒。真的，他咋不追了呢？他追了我不没了吗？他可能没鞋，他确实也撵不上我。他要如果没有大没有鞋的话，他是追不上我的。可见这个螳螂啊，是一个高手。这个螳螂不敢单啊，兄弟们，不敢单。Dominating 了。我们第一座塔呀，那这不无敌了吗？我深深的明白，看看有没有蓝 buff 的啊，这蓝 buff 我可以要。小龙，小龙没打，吃口屎来。这波去中直接，这个小戒指，我估计能升个2层、4层吧。炸一手，来别急，这波可以先上螳螂炸 A 刀，给大西炸螳螂先死，再炸300块往前走，炸。掏！哎呦我操，我好大呀！我好大呀！我自己变大，露露再给我个大，哎呦！
这大模样，好，阿布的披炸群呢？对呀，把小龙打了。哎呀，咋这么多眼儿呢？出个沙漏，哎呀，出什么沙漏？这波很明显，直接恶魔之拥是肯定不行的。美甲窃魂卷，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冷酷法则视而不见。美甲窃魂卷。因为我们还有秒表，不需要金身，一会儿这个金身一会儿来喝。谢谢抽奖机器的两个光速飞车。抽奖机器你还有没有，你有没有房管？你瞅一眼，没有人动你房管啊。证明自己辞职了。我的心意早就有方向，再失联又何妨？谢谢 W 两下，能不能？抽奖机器啊，你啊，你小子，我跟你说，没有房管是正常的。你每回啊，你都把我的粉丝牌给我删了，你是不是怕别的女主播发现？我跟你说不用啊，不用，不用，你不送飞机，你不送飞机也没用了，生气了。你不有房管吗？对，他有房管，你怎么没房管啊？还说房管没了，倒打一耙啊！抽奖机器，昨天抽奖机器跟我说什么？说是哎呀，我房管没了。然后我们就说这什么原因呢？谢了，这怎么回事呢？我们重新说啊，谢谢抽奖机器的幻影飞机。我重新说，你即使给我送飞机，我也要把你丑陋的面貌给你公之于众。他说房管没了啊，我们就得讨论他为什么房管没了呢？是不是因为他不活跃了，或者是咋咋地了？然后一看，哎，今天一瞅他还有房管，我没给他重新上啊，他房管一直有的啊，他房管一直有的。然后每天送完我礼物，他就把我们的粉丝牌给我删了。嗯，每天送完礼物就把粉丝牌给我删了。我这么相信你，给你上房管，我们房管18级才能拥有的。你居然把它删掉了，太过分了，受不受这气？真是不受这气。给我送火箭行不行？不行啊，火箭，火箭也不行。谁给我崩过来了？掏，欺诈，粉丝牌没删，不显示是吧？你们嫂子的问题，对，我替女人给这个女人啊，给你道歉啊，我替这个女人给你道歉了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
下不为例啊，下不为例。这你们嫂子给我谎报军情了。因为我想不到是因为他们没有房管，是我的原因。除非他就是没有粉丝拍下来。他有房管，他就是没看出来。哎，这咖喱哦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，我这不无敌吗？掏，炸，炸，炸，掏，劈，炸，炸，行嘞。你们这真是越权了，开始。我见抽嫂子，下回的啊，要下回再这样就给他抽了。